Nice. 起飞！哦吼，不得了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 不是啊，两分钟三个头，对面怎么玩啊？我想知道。Holy shit！他们活。 这两个人在干嘛？无处可藏。我从不妥协。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 舒服了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把无情猎手拉满了，无情猎手现在五分钟四成，移速已经拉满了，鞋子可以不用着急出。他们活不长。你看这安琪拉，他出了鞋子360，主播没出鞋子370。 这就是无情猎手，无处可藏。这挖掘机。
我现在什么装备啊？ 巨想杀我的命，潘森也准备跳大了，他差点中了5个人，你听。 W闪QR，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 哎呦，舒服了呀！起飞。只有傻瓜才会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哇，12分钟10-0115刀，吃了4层镀层，哦，上路还吃了3层，我从不妥协，真的合适吗？刀嘎的啊，这游戏节奏，蓝刀起飞了之后滚雪是真的快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兄弟，没有免费虎粮可以送，送免费虎粮啊！我杀疯了，兄弟，舒服。安森秘法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啊？为什么？游走于刀尖之上，这都能死啊？这合理吗？4000块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
牛逼！我从不妥协。可以的，这对局。借剑圣开通了超粉，哇，压力有点大哎。无处可藏。
有傻瓜才会为弱而献身。牛逼，衰贼！这么夸张啊！放心，刀割的还在兜底。不要。
逆天雷，哈哈，这都能输啊！我讲能换一下别的不？钱好像不够。他应该也拆不了多个塔。谢谢全是 XC 绿肥的超粉。打通胀了。摸不了。太难了。
但也不能，也不能，也不能，好像不能，好像不能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Nice！ 哇，剩一个大锤钉翻盘 ，NB， 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宗师472分啊，31-3-13，拉满。